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99面，99面，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也就是这一面的第二段，尊者舍利弗，梵语舍利，以为丘卢，梵语佛，以为子，故曰丘子，因母得名。这先介绍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在佛法里面代表智慧第一，一般大小乘经常常看到他这个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大目犍连代表神通第一佛说的一切经里面都有智慧，都有神通这个神通是通达明了舍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丘卢鸟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叫鹭鸶梵语佛这个字呢翻成中国意思是子所以舍利弗这个名号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是丘子丘卢的儿子因母得名心母身形端正言静如丘卢乃名丘子这把他得名的来由他母亲长得非常好非常端正庄严特别是眼睛非常明亮就像丘卢一样所以人家就称他做丘卢他的儿子呢就是丘子为是丘卢之子又名诸子一表其母眼睛如珠又名身子表母身端正这是名字的来源跟他妈妈有关系他妈妈的相貌非常端庄舍利弗在佛声闻弟子中智慧第一下面有一段小故事这里顺便提一提说在母胎时能令母得妙变甚于乃就居赤罗这个人以后也证阿罗汉这段故事楞严经里面提到这是这个他的母舅居赤罗尊者辩才无碍他的姐姐就是舍利弗的母亲每一场辩论的时候都输给他的弟弟这弟弟确实很厉害可是她怀孕了怀了舍利弗之后突然呢这辩才就大幅度的就提升了跟居士罗辩论的时候这居士罗常常都败给他了所以他就想
他说这个大概不是姐姐的辩才，你怀孕怀的这个小孩啊，一定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啊。他就给他姐姐说啊，以后果然没错啊，这个小孩真的是智慧第一。你看里面说出他的行迹，八岁登座，登座讲经啊，啊，小沙弥呀，啊，小沙弥讲经，啊，阿罗汉都在旁边听啊。十六出国，议论无双啊，七日之内遍达佛法。这个遍达佛法在此地意思里头含的，大彻大悟啊！啊，那么这是啊，这个十六岁，这还是个少年啊，已经遍达佛法了啊，虽然凡夫成佛。真的是一念之间，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啊，遍达佛法了，是在24岁啊，舍利弗16岁啊。世尊在《大乘经》里面也把他的身份铺露了，他是古佛再来啊，跟目犍连呢这两位都已经成佛了啊，是到这个世间来示现的啊，示现为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啊，这是法身大士们诸佛如来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啊，他们这是一帮人来的，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佛法里头这些觉悟的人，他们没有好高骛远的念头，没有嫉妒障碍，啊，释迦牟尼佛他的法缘成熟了，到这个世间来以佛的身份出现，他出现一个人能不能度得了众生，这时候度不了，一定要很多人跟他配合来帮助他啊，什么人帮助他呢？一定得内行，外行的人帮不上忙啊。那么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诸佛如来，少数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了都是地上菩萨了啊，这就是华严经上说的41个位次，他们是最上层的舍利菩萨啊，不是三贤啊，啊，舍住、舍行、舍回向叫三贤啊，三贤菩萨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浓，舍利菩萨很薄了啊，距离究竟圆满的果位。妙觉位越来越近的这些人啊，我们明了啊，经上说的很详细，初住菩萨示现在六道，在十法界就有能力示现的
32相80种好，啊，在六道里面示现佛身，普度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示现佛身，六祖慧能大师示现比丘身。啊，舍利弗尊者在这个地方也是示现比丘身。啊，那么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啊，要有个很欢喜的心、清净心、平等心、成人之美呀！啊，人家做一桩好事，啊，需要跑龙套的，啊，需要服务的，啊，看到没有人，我们就得去。啊，还有示现为过往大臣长者居士啊，外户啊，这一群人不是凡人本经说此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为大智者实能深信不疑，故列上首。啊，仅次于乔陈儒，他这个排名排在第二。啊，世尊在这一回说什么法了？事出世间无上微妙法，这个法门呢，为什么能令烦恼习气没有断的众生一生成佛？这真叫难信呐！烦恼习气一品都没有断，怎么能即身成佛？啊，难信，谁难信呢？声闻缘觉菩萨不相信。啊，所以他们要走弯路啊！啊，弯路是庶出。啊，这个桥路是横出，啊，六道里面就出去了。啊，你想想看，庶出多难？你要通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四禅八定啊，你还得要通过四圣法界，你才能出去。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个事要多少时间呢？多长时间呢？佛经上常讲啊，无量劫。啊，实际上时间不是一个定法，佛说的佛法是圆融的。啊，无量劫。那可以说是运气不好的人，那真的要无量劫。啊，无量劫怎么个说法？六道里头，人道是个枢纽的一个点，啊，转变的一个点。
成佛一定达到人道来。啊，六道里面没有听说佛在哪一道事先以佛身说法的，没有。六道众生都有感，佛都有应，但是不会以佛身出现，只有在人间。人间这是个枢纽啊，人造作种种业呀，人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啊。为什么到三善道？就消他的福报，福不是好事情啊。啊，世间人认为这是美事，好事啊！啊，修道人知道不是好事。啊，造作一切不善业呢，三恶道去消他的不善业，所以你就晓得，人间天上。啊，六道轮回也说穿了，哎，不过是消业而已。啊，那你要是不造业，六道就没有了，你就永远出离六道了。这真的一点不假了。不造，华严经上说的。执着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再执着了，见思烦恼就断了啊，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四圣法界现前了，还是四个层次。最低的声闻，阿罗汉了啊，那个地方全都是阿罗汉啊，往上去辟支佛啊，再往上去菩萨，再上去佛啊，这个佛十法界的佛，四圣法界。在净土里面称它作方便有余土，六道呢是凡圣同居土啊，超越十法界，那才是十宝庄严土啊。这土从哪来的？全是自己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要记住啊！四土十法界全是心现识变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自己变现，自己去受用。啊，连阿鼻地狱也是自己变现的啊，你的心行不善就变现那个境界，你到那里面去受苦啊，这自作自受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明了这意念的关系太大了，起心动念不能有恶念啊，恶念叫做烦恼，不可以生烦恼啊！啊，生烦恼它有果报啊，那不是生了没事啊！啊，纵然我们身口没做，才动个念头，念头已经结业了。
不需要牲口，起心动念你已经造业了啊。阿赖耶耶里面就有这个业系种子，遇到缘果报就现前。啊，所以一品烦恼没断，怎么能成佛了？哪有这个道理？连须陀洹都得不到，怎么能成佛？那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烦恼没断。啊，这个烦恼指见思烦恼没断。啊，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啊，这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里头讲的。阿弥陀佛不会说假话。啊，阿惟越致是什么样的菩萨了？三不退的菩萨。啊，我们知道，位不退。啊，刚刚证得位不退，是须陀洹。所以须陀洹是圣人。啊，虽然是小小圣，啊，才把这个八十八品见惑断尽，哎，他就真位不退。这位不退，他不会退到凡夫，他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啊，他已经保证不堕三途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无论有没有佛出现在世间，他都能证得阿罗汉果，都能证果。啊，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轮回，他是圣人，他不是凡人。啊，位不退，行不退是菩萨。菩萨发菩提心呢，行就不退了。啊，不发菩提心会退转，菩提心不容易发。啊，最高的位置是念不退。那我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勇猛精进。啊，这是谁呢？化身菩萨，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这种事实真相，这才晓得了，这个法门真难信呐！哎，真难信。我们信了，我们信了这一个概念，是不是真的？啊，这信啊有等级的，你看我们一般人讲迷信。正信，真信啊，这就三个等级啊。啊，迷信的人多啊，看到别人信吗？我们也信了。啊，这个信徒经论你到底讲的什么不知道，这不知道这叫迷信。
啊，你真正把经教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叫正信。正信还不是真信。啊，虽然搞明白、搞清楚了，还不想去嘛？对这个世间还很留恋。啊，这不是真信。啊，不能说是你迷信。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什么时候？你能把对六道啊，对这个天上人间的情执通通放下了，那你是真心。只有真心的人一生才能成就啊！为什么？他肯定往生啊！你要他问说，他为什么能肯定往生？他对这个世界毫无牵挂了，就这么个道理。没有人障碍你，自己障碍自己。啊，你对这个世界为什么还贪念？啊，说实在话，习气嘛。那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习性，本性本善，习性不善，这个习性是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养成的，不是一生的 生生世世啊，很麻烦啊，所以要有勇猛心，才能把这个桩事情断掉。啊，一刀两断，对西方极乐世界真有认识，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决心先到极乐世界，啊，亲近阿弥陀佛。亲近干什么？一个目标啊，在阿弥陀佛会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到极乐世界去干这个的。啊，彻悟，那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生十宝庄严土。可是极乐世界这地方很奇妙，它四土没有障碍，四土融汇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啊！我们的释迦世尊他也有四土，他四土空间维持不一样啊，他住在十八土，十八土里面的化身菩萨知道我们存在，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就是有障碍啊，不单离世的障碍，世事都是障碍啊。可是在十宝图里面完全突破了，方便图里面离世无碍，世事有碍，到十宝图了，一切障碍都没有了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有这样殊胜的缘分，就说明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如果不是很深厚的善根，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修佛的人太多啊，几个人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的时候他认不认识，他了不了解啊，认识了，了解他了，真了解了，没有不发心的。发因念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叫做无上菩提心。这个话是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啊，印光大师看到这一句话，佩服到五体投地。啊，不是再来人，说不出来呀。啊，那菩提心我们晓得了，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说，具足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念真心向往净土。这个五种通通具足了。啊，所以他的名字在此地说明，不识大智慧，对这个法门，怎么能深信不疑？名列第二，那第一当然更重要，前面我们学过。啊，第一是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尊者代表世尊第一弟子。啊，他是在落叶云，啊，释迦牟尼佛刚刚出来说法，啊，在落叶云度五比丘，他第一个证阿罗汉，啊，说明。这个法门是第一成佛，这不是正阿罗汉，第一成佛啊，所以把他的名字摆在第一。我们再看第三位尊者达摩犍连，即阿弥陀经中摩诃摩犍连啊，摩诃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大啊，啊，摩诃就是大的意思，摩犍连是心啊。以为啊，这个就是摩犍连这一句梵语啊，翻译成中国文，它的意思是赞颂啊，赞颂的意思。这个意思平常说的少，而说呢，采书、来福根等。啊，这个才是梵文的本意啊，这是说他这个族群的名称的来由。孰是豆类？来福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萝卜。那么这个族是其啊，这个族群呢，我们就晓得他是农民啊。从这个意思来看呢，现在我们说的菜农啊，种菜的啊，种菜的农民，其族出家人多，故于尊者姓氏冠以大字。
啊，大才疏，大目犍连以鉴别之啊。在这个古往今来，农民是很辛苦的，啊，都不会很富裕。我们中国人讲啊，靠天吃饭了，啊，人肯定是老实、淳朴，啊，人到世间来，出现在这个世间，从事这个工作。在一生行业当中，他造的不善业少，善业慢慢在累积。这个善业是种植这些农族啊，供养社会一切大众啊，啊，默默地在耕耘呢。人有这个习气，动物也有这个习气。啊，他只想把庄稼种植好。啊，每天都想这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行业呢，可能他有好几世都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他没想到改行，啊，可能客观环境也不许可，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啊，出家的人多，肯定出家修行成就殊胜。啊，大家看到了，一定很羡慕。啊，有几个成就，就会激发很多人来学习。啊，所以尊者这个名称呢，啊，就在目犍连上加个大字，区别。啊，这是大目犍连对他的尊称，其名曰居律陀。啊，复为相国。啊，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国没统一。啊，周朝时候，是周朝八百诸侯啊，啊，都是小部落，印度啊，亦复如是。啊，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国王，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啊，这个国在现在尼泊尔的境内。啊，古籍都还存在，到印度朝圣的很多人一定会到那里看看，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啊，那个国不大了，大概比现在一个县还小。啊，像我们现在一个乡一个镇，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国。啊，大目犍连的父亲做过相国，啊，也就是国王的助手，啊，像现在的
这个总理的身份一样啊。从居利陀树神祈求得此，应以为名啊。他从树神啊求儿子，结果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了啊，所以就用居利陀做名字。于佛弟子神通地啊，在佛的弟子当中，他是神通地啊，佛弟子里头有神通啊，他常常展现神通啊。可是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不以神通做佛事。为什么？如果以神通做佛事，就会有冒充佛菩萨的这个事情啊发生。妖魔鬼怪都有神通啊，所以佛以讲经教学，那他们就没法子了啊。佛以戒律讲经教学啊，用这个方法来教化众生。啊，那么这是世间的真法了。啊，邪门外道他做不到。知都论里头有这么几句话：如舍利弗，于智慧中第一。目犍连呢，神足地神足我们中国人一般讲通灵感应这一类，啊，在六种神通里面，神足通是最高的了。它能飞行，它能变化。啊，中国人呢，看《西游记》，看孙悟空。孙悟空就是神通啊，事先的神通，不过他那个通很小啊，你看那个书上写的他只有72变啊，72不应该是数字，如果是数字的话，那他的能力就非常有限了啊，如果是表法那就讲得通。神通广大了啊，真的是自在无碍啊。目犍连呢，在佛弟子当中有这个能力。又说舍利弗是佛右边弟子，目犍连呢是佛左边弟子，右边是智慧，左边是神通。智慧跟神通合起来就圆满了啊，那个教化众生的能力也真叫自在无碍了。尊者神通甚广啊，例如举一尘世中，上升梵天啊，这一段事情是琉璃王灭释迦族
啊，世尊当然也是很悲痛，但是没有行动。啊，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因果，啊，过去造作不善的因，这一生一定要受这个果报，不能避免的。啊，目犍连不知道啊，啊，这个因一定是很久了。啊，一般讲阿罗汉能知过去五百世、未来五百世，可能他这个事情肯定。在五百世之前，啊，阿罗汉的神通力量达不到，啊，佛晓得，佛很清楚，啊，佛劝导族人躲避，啊，所以目犍连当时就救了五百人。放在他的钵里面，把这个钵送到大梵天。大梵天是初禅，啊，放在那个地方避难了，啊，等这个事情过去。啊，而释迦族呢，听释迦牟尼佛的话的，逃出来一部分。这一部分就逃到西藏，啊，因为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面，越过山那一边就是西藏，啊，他们逃到西藏去之后，以后就再没回去了。所以释迦族这一族的人，还有一支在现在的后藏，啊。这一桩事情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那么舍利弗救的这些人送到大梵天了，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你去看看，看看那玻璃人现在怎样，他一看完全化成血水了，没有一个好的。佛就告诉定业，佛都没有能力转了，啊，那么这些事情也都是告诉我们，真学佛的人，我们在这个世间点点滴滴，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诸佛如来在实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决定正确 啊！这个事情是你杀别人，人家肯定要杀你啊。他怨恨没有解除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而释迦牟尼佛劝诸人，一定是劝他不要抵抗了。啊，不要再有怨恨了。啊，这个账到此地就结了。以后啊，不再敌对了。这是决定正确。啊，几个人有这样的智慧。啊，看到敌人的侵犯不抵抗。只有佛法知道，啊，战争必有因呐，哪有没有前因的战争？不可能的事情呢。啊，我们知道过去造作的罪业，啊，战争当中被杀了，啊，不杀人，被人杀了，
你升天了，你不堕三途啊！啊，杀人的那个人，他有罪业，他将来堕三途。你看看，他堕三途，把你送到天上，这个事情佛看得清楚啊，阿罗汉、菩萨他们看得清楚啊，逃不了啊。欠命杀人呢，要还命啊，欠债要还钱呢，逃不了啊。啊，欠债呢，欢欢喜喜还他。啊，还他的方式也不一样啊。啊，有的时候他给你借钱，借去不还你了。那可能是钱是你向他借钱嘛，借了之后你不还他嘛，他也同样的方式拿回去。啊，怎么样？欢欢喜喜。啊，不要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了。啊，是欠他的给他，不是欠他的，来世他还给你了吗？那我们要不要呢？不要了。为什么？如果要，你还得到搞轮回，你不搞轮回，你们两个碰不到啊，这个结不了。那你愿不愿意再搞轮回了？这不愿意搞轮回了，现在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那就一笔勾销啊，是欠他的还给他，不是欠他的不要了，送给他，这个好啊。啊，什么都不要计较，啊，万缘放下，咱们极乐世界才去得了。啊，只要有一桩丝毫牵挂就不行。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人给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说，统统要接受。啊，不要有一点意见。啊，什么都好，什么都点头，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走西方成佛大道啊！啊，点点事情还要跟人计较的话的时候，一天十万声佛号啊，也靠不住啊！到时候你去不了啊！啊，最后一念还得跟人计较，那怎么行呢？那学佛我们是有进步，什么叫进步？一切都不计较，什么都看得惯，什么都好啊，这是进步啊。啊，这是一个例子。下面又说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外道以善，置之不动。啊，善能不能移？啊，可以移山填海。现在用机械，从前真的用法术。啊，能做到。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人的意念如果真正是集中在一点，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在理论上讲，境随心转啊，所以地球上有灾难，我们居住的这些人啊，一个人力量不够啊，集体意识力量就大了啊，多少人呢？能够有几十个人，能够有一百人，哦，那个力量就非常可观了。啊，我们看到一个实际的例子，
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琵琶湖一个海湾啊，大概有20多年，这个海湾呢很肮脏，气味很难闻啊，他找了100多个人，就用这个方法祈祷啊，祈祷就是这个意念的集中啊，找一个老和尚领导大家啊，那个祈祷的文很简单，湖水干净了我爱你，你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让大家了把念头统统放下，心里头只想着这个念头，口里面只说这一句话，湖水干净的100多人啊，湖水干净的我爱你啊，一句接一句去讲，念头一念集中，1个小时，又做了1个小时，果然3天之后啊，这个海湾的水真的干净了，气味没有了啊，这个日本的媒体电视都去报道，保持了半年，那半年又恢复了，又脏了啊，我告诉他，我说最好你2个月到那里去做一次祷告，这个海湾呢大概可以常年保持不会脏乱啊，不会有这些臭味啊，所以祷告管用啊啊，我们佛门里面这些金灿佛寺啊，包括我们提倡的这30习念，都是属于这一类啊，但是这一类的治标不治本啊，治本必须要把我们的意念转过来，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是治本啊，啊治本才有能量化解地球上许多的灾难啊，治本需要教育、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可以做得到啊。穆建年能够啊，用他的法术制止，让那个山不动啊，这个外道以山呢也不动啊，穆建连在镇压住。下面讲，即降伏毒龙等等，难以具述啊，他的神通事迹很多啊，龙口里面吐的毒气伤害人啊，他有能力降服他啊，这举出许许多多神通的例子啊。那么佛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弟子？在教化众生的时候，有些时候要用得上，佛自己不现神通，那佛的神通比穆建连大多了，不现，让他去实现啊，让这一切大众从佛弟子身上
了解自己本身具备的能量，是没有限制的。啊，那是自信的本能，自信的心得。再看第三位，尊者迦叶，迦叶信也，此以为归，或者是荧光，名毗多罗也是树的名字，因父母倒于该树神而生，故用以为名。这个人是代表宗门的传法人啊，佛的法大比是两个支派，一个是宗门，一个是教下啊，迦叶了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啊，49年教学啊，用这两种方法，上上根人，佛教他学禅；上中下根，佛教他学教。啊，当时有这么两种根性。啊，上上根人呢，我们就能讲是天才的学生，悟性他高。啊，真的叫一问千悟啊，这学生很好教啊。啊，像大家是这一类的，这一问千悟。那上中下三根呢，就像我们现在学校读书一样，从小学、中学、大学循序渐进啊。你看佛一生讲经啊，大彻大悟的时候啊，第一部经讲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在定中讲的，我们世间人看不到，世间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毗波罗树下，就是现在讲的菩提树啊，树下打坐入定了啊。经上讲呢二七十，也有经上讲三七十啊，佛在树下入定。谁知道他在那里讲华严经呢？啊，所以今天南传小乘呢，他不承认有大乘，他说大乘非佛说。啊，他们认为大乘佛法谁造的？龙树菩萨。啊，华严经是龙树菩萨讲的，不是佛说。啊，佛灭度后600年，这印度出现龙树。啊，这经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有记，有预言，这个时候出现，啊，龙树这个人，初地菩萨。啊，确实是聪明。3个月当中
就一切法就通达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法，他3个月就学完了。啊，于是傲慢心就起来了。啊，觉得在全印度，现在讲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超过自己的。啊，于是大龙菩萨，啊，大龙是等觉菩萨，就把他接到龙宫里面去。啊，到龙宫里面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27日中在定中讲的，分量多少呢？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寂，14天下未成品。他一看就傻了，那个傲慢习气马上就没有了。啊，他学的那太少了。啊，为什么定中里面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所以一念可以转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成一念。啊，龙树佛是参观的，再看看中本华严，还不是人间能接受的，分量太大。啊，再看下本，啊，中本好比是精华品。下本呢，那就目录提要了。啊，他看到这个写40万计，40品，他就把这一部传到人间来了。啊，人家很厉害，这一遍看下去之后，就全部能记住。啊，所以是由他转述的。啊，当然他没有在原来经文上加一个字。啊，他能够背诵。啊，华严经是他传的。所以南传佛教不承认，是不是？说这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冒充释迦牟尼佛的名义在流通。啊，大小乘隔阂1000多年了，都不服啊！大乘瞧不起小乘，哎，小乘说大乘不如法，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讲六合敬，这就不合嘛，大小乘就不合嘛，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你看看后世的子孙不合。啊，实际上如果通通都学，问题就能解决了。不要画个界限，不肯学习，这就错了。啊，如果都肯学习，就能融通了。啊，南传小乘是比较执着。啊，我是早年，好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到吉隆坡，遇到一个小乘的法师，啊，在南洋还很有名气，啊，他跑来问我，他是责怪释迦牟尼佛很不服气。我说为什么？
这是佛说了，他没有度尽众生，他不成佛了。我现在还没成佛，他怎么先成佛？问我这么一个难题。我说佛当时在世，是度尽了众生，真的度尽了。我说你也被度到了。他愣住了，我怎么，你今天口口声声说佛，你阿赖耶识里头有佛啊，你知不知道啊？佛度众生啊，到这个时间来不是讲得很清楚，度根熟的众生，你没熟啊，啊，好像种树一样，种一个桃树，啊，我递了篮子去摘桃，到树上去摘桃子，啊，我摘什么？当然先吃熟的嘛，熟的我先摘它，没熟的再过两天嘛。我说你还没熟，再过两三世就熟了。你就被折脚折走了啊！不是不渡你，你没熟啊？为什么没熟呢？看你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不服气就晓得你没熟，熟了佛就来渡你啊！这都是真话啊！佛度众生确实如此，更熟的帮助你成佛，没成熟的。帮助你成熟啊，没有善根的帮助你种善根，要分好多层次啊，一次来了啊，都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真的一个不漏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相信佛的，排斥佛教的，你说佛有没有度他？通通都度了。为什么？他脑子里头有个佛字，他口里能说得出佛，那就是得度了。啊，佛的种子种在他阿赖耶里头了。啊，毁谤佛、陷害佛，将来通通要得度。啊，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嘛。底下引法华文句说，啊，法华文句是智者大师做的，说其先代学道，啊，这是讲迦叶尊者他的先人，啊，他的祖先学道，灵归复先途一印，从得命足啊，故曰丘师，啊，归师，啊，这个是有这么一桩事情。所以祖宗啊，把他们这一族称为迦叶，啊，迦叶是梵语。又云引光，因于毗婆尸佛时，这个时间早了，过去七佛里面的第一个，啊。世尊在毗舍尸佛那个时候是菩萨，已经有相当成就了。啊，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菩萨在成佛之前，一定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相好。这不是着相，相好是属于福报，成佛是智慧啊，智慧圆满了，福报没圆满不行啊，你度众生的时候有障碍啊，如果福报很圆满了，人看人人喜欢你，
愿意跟你接触，你就容易度他了。如果一看你讨厌你，离你远远的，他就度不了你了。所以这个相好呢，是戒淫众生的一种方便。你看看，这种示现未变的，示现教我们不能不修福。福慧圆满才叫福，有慧没福不行，有福没慧也不行。一定要福慧圆满，表这个意思。那么迦摄尊者在那个时候在毗婆舍佛的时候为冶金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是做首饰的现在要开这个黄金首饰这一类我们在香港马路上常常看到周大福，那是一个卖首饰的是一个做这些金银首饰的一个工业那么他呢是做冶金师与一贫女共以黄金庄严佛像这是用黄金庄严佛像所以贴金以金箔来贴金说自尔以来91劫深入黄金光色黄耀隐蔽于色故名荧光从那个以来91劫他得的果报你看你以黄金供养佛这个供养佛是什么？是装饰佛像在佛像上面贴金现在在这个泰国就很流行泰国的佛像寺庙的供在外面旁边有卖金箔的有很多人去买了自己去贴这个都有典故的所以他得的果报啊深金色得这个果报那金色的它有光光色黄耀这光很强把其他的色都隐蔽了都盖住了所以叫荧光荧就像吞了光吞注色就荧光矣那么迦摄在此地最重要的是代表禅净宝尔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有一句话说念这句称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修什么这修的是无上深妙禅释迦牟尼佛说的念佛是无上深妙禅禅的终极目标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念佛的终极目标也是这个只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麾下证得究竟圆满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娑婆世界修行障缘太多这障碍太多我们中是上中下三根呢都没有办法化解不了这些障碍障碍到极乐世界那边没有障碍
啊，那边天天跟到阿弥陀佛在一起，你所接触到的都是诸佛如来、诸上善人。啊，这个上善，我们知道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你所接触到的全是这些人。啊，怎么知道全是的？自己也是的。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虽然他烦恼没断，没断的时候，阿弥陀佛智慧、威神加持他。啊，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阿惟越致菩萨没有两样，就这个意思。这是难信之法。好，下面还没介绍完啊。尊者呀，头陀恨地，这个意思很重要啊。头陀是梵语。啊，那么翻成中国意思呢，斗兽或者是叫做淘汰。啊，斗兽什么，我们身上有灰尘的时候啊，抖一抖的时候，灰尘就抖掉了。啊啊，所以也是有淘汰的意思。啊，一十二行淘汰尘劳烦恼啊。啊，那么他这个十二行是苦行。实在讲，大家学僧者出身是富贵人家了。啊，在社会上很高的地位也。啊，是豪富人家了。子弟，他来修苦行啊，来代表苦行啊，也就是佛在灭度的时候教我们，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迦叶尊者是好榜样啊。十二行者呢，这个地方说他这十二行，第一个住阿难若，阿难若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极尽处啊。这个阿呢翻作无，难若是一个清净的地方啊，就是没有吵闹的地方啊，不会由外面环境干扰啊，这个叫兰若啊。那么在古时候，大概噪音呢最大的啊，有佛所活动地方都是在城外，它不在都市啊，都是在山林、河边啊，这些地方都是佛常常啊游化之处啊。所以在农村里面，农业社会嘛，养牲口，牛叫的声音呢最大，他以这个为标准。他们所住的地方啊，农村里头牛叫的声音听不到，这就很安静啊，以这个为标准啊。这住兰若。第二呢，常行其事啊，这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啊，每一天呢到外面乞食啊。第三呢，次第乞，这平等的乞法啊，这一家
布施供养你的这些饭，不一定它是一钵啊，有人只供养一点点啊，像一瓢羹供养这点，那你就决定不够，到第二家去吃。第二家还不够，到第三家，佛允许你托七家啊，七家，七家不够，不可以到第八家，到第八家你就贪心了。那如果是一家两家你够了，你就不能到第三家啊。这个是乞食的规矩啊，要守这个规矩啊，次第乞，平等啊。第四呢，日中一食啊，每一天到外面乞食只有一次啊，徒步啊。第五，节量食啊，随佛法，真正是平等法了。佛法其实啊，这个托了一钵饭，是不是托来就吃呢？一面走一面吃了，那就很不雅观了，那人家就确实是轻视你了啊。托完之后回到僧团啊，一个在树林下面讲，通通集合在一起，把饭混合在一块，然后自己需要多少拿多少，节量食。所以真的中国古人讲一钵千家饭，那不是假的啊。你看看僧团里头长水洲1255人啊，迦叶迦牟尼佛1256人啊，通通出去托钵，真的是千家饭，回来的时候汇合在一起，利合同均的。你托的一包这个饭不错，这个托的差一点，你看汇合在一块啊，做到了利合同均的六合敬的僧团呐、啊！啊，你看第六，过中不饮浆，这个不能用五十，他这个五十不是的啊，过中是日中啊，要是五十啊，那在我们中国11点到1点都是五十啊，而且每一天日中的时间都不一样，要差几分钟的，差是13分钟还是4分钟，每一天啊，这个都有差距啊。如果在从前用日晷夜来量这个月太阳的影子啊，看什么时候日中。那现在呢？现在天文台有发行的日历，天文日历啊，每一天都记得很清楚。那今天日中是几点几分几秒啊？过中呢，不饮浆，可以饮水，不饮浆啊。浆是什么？有沉淀的啊，像牛奶。啊，我们中国人讲豆浆这一类东西有沉淀的啊，糖水可以，糖水不沉淀，那是蜂蜜，跟水调起来它不沉淀，这个可以啊。过中啊，一切会沉淀的东西都不吃。第七，着粪扫衣，这个粪扫衣服人家衣服穿破了不要了，丢弃掉了，你把它捡起来啊，捡起来的时候它一定还有可以用的，把它拆开，破的不能用的捡掉，不要它啊，可以用的把它留起来，将来留的有那么大的分量，
再把它一块一块缝起来，这就是现在的袈裟。啊，小块的要缝25条衣，大块的缝7条衣、5条衣。啊，所以衣缝起来之后要去染色，不染色就很难看，它织料不一样，啊，这个颜色不一样，啊，染一染就相同了，啊，就行了，这染成咖啡色的。啊，叫染色衣啊，淡三衣啊，印度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热带啊，四季它没有四季，它只有一季啊，所以三衣就够了。晚上在树下打坐，这个三衣可以做被子盖保暖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啊，出去吃饭，这个托钵的时候，啊，托钵这是重要的一门功课，啊，所以要穿礼服，啊，三衣都要穿在身上，啊，平常在团体里面听经，大七衣就可以了，工作的时候，啊，五衣就够了。啊，一件五衣就够了，啊，所以五衣叫这个工作衣、工作服。第九啊，中间座，中是坟墓啊，啊，到什么地方去坐禅呢？到坟墓旁边，啊，让你常常想到死。可以帮助你放下万缘，啊，放下了贪嗔痴慢，啊，他选择这些地方做，啊，树下修，晚上休息的时候在树下。第十一，陆地坐，啊，在地面上坐。但坐不卧，第十二，啊，这是佛门里面所讲的不倒单呐，啊，休息的时候是坐，啊，打坐，啊，没有躺下来睡觉的，一世苦行，扫除尘累。沉浸身心，假设年老不舍头土，啊，佛名其衰，劝命休息，假设头土如故，啊，到年老的时候，啊，佛劝他，啊，不必修这样的苦行。可是家事依然不改，啊，一生修苦行，给同学们做好榜样，啊，大家看到他都会提起精神，认真的努力去修行。佛乃深赞云：“有头陀恨，我法久住。故云：头陀第一。”啊，所以佛的遗教教导后世的弟子，佛只说两句话：一戒为师，一苦为师。戒放在第一，为什么呢？没有戒，佛法就灭掉了。啊，
诸位要知道，佛法灭掉，不是说寺庙没有了，佛经没有了，不是的。寺庙会更富丽堂皇，观光旅游嘛。那个在呀、啊，经典也在呀、啊，经典被世间学校里当作学术去研究去了，美其名曰佛学，你看看，变成佛学了，哎，这个东西在，哎，那什么没有呢？持戒的人没有了，苦行的人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什么叫正法久住呢？人人持戒，人人不怕苦。愿意修苦行，就是生活上愿意苦一点好啊。为什么？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如果说是这个生活过得很富裕啊，过得很好，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呢？阿弥陀佛招手请你到极乐世界去，你跟他说我这里还不错，恐怕不亚于极乐世界，你会这样想啊？你不想去了吧？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大迦摄尊者，这都是古佛再来。给我们做榜样啊！为什么我们的烦恼这么难断？很多同学跟我谈起来很感慨啊，很想断，为什么断不了？你不能吃苦，断不了；你不能吃戒，你断不了。就这么简单吗？为什么从前那些人他都能做到？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现在人科学讲求营养，饮食讲求色香味，这是什么？天天呢在增长烦恼啊！你怎么能断烦恼？你是反其道而行之吗？所以你冷静去思维就知道，我们今天修行的障碍在哪里？自己制造的，没有别人障碍自己。真正佛法要兴旺，不遵守佛陀的教戒，没法子成就。所以姜维农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还提倡乞食。我过去讲《金刚经》，参考他的讲义。那么现在其实能不能脱道啊？能。
但是次第棋可能投不到。你在香港走七家，恐怕你没有人供养你。如果你走一条街，也许会碰到一个。香港学佛的人不少啊，真学佛，会有龙天善神的佛菩萨保佑，你会碰到善心人呢来供养你。总得要形成一种风气才行吧。那神事多了。可是我们居住的地区温带地区不是热带，三一就不够所以佛法传到中国这个三一就完全作为礼服了作为礼服了所以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衣服我们穿这个长袖子这种海青，这是汉朝的，佛教是汉朝传过来的，依旧保持汉朝的服装这个很好这个宽袍大袖子是我们的礼服那平常我们穿的长褂，明朝服装这个工作也比较方便这个汉朝这个海青呢就作为礼服了那么在佛寺也就是在学习在这个礼节方面，我们披这个衣，这个衣是25条衣，是大礼服7条衣是长礼服平常的这是大礼服讲经上课的时候，这是大礼，这穿大礼服拜佛的时候，这是大礼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吃饭的时候，7条衣就可以接待宾客一般的7条衣就可以这是这个礼服，它有分等级的。那么5条衣呢是工作服，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只是留着做纪念不适用了所以佛法是厚厚破破的它并不呆板你想迦叶尊者为我们示现的这12种头头痕，有些我们可以做到，有些就不必了是活的都不是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用意之所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法，真的扫除尘累也，沉浸身心这个方法很有效果下面这一段，有因身行者尤其应该我们深深去反省大迦叶尊者即传佛心印者禅宗初祖这个公案就典故出在大梵天王问佛决议经第三卷拈花微笑就出在这个经上梵王至灵山大梵天王灵山就是七度觉山就是王舍城七度觉山
以金色菠萝花献佛，啊，这是用花供佛，供养佛，啊，舍身为座，啊，大梵天王也是来表法的。若不是古佛再来呀，至少是十地菩萨、法云地的菩萨了啊，来表演了，舍身为座，过往对佛都恭敬啊，他请佛坐在他身上，请佛为众说法。大梵天王不是普通人啊，世尊登座，拈花示众啊，世尊也满他的愿嘛，啊，就坐一下嘛，不能坐太久啊，坐太久就不近人情啊。大梵天王啊，所以这些都有人情东西在里面。所以他的时间越短越好啊，在请说法的拈花啊，这个花什么，就是大梵天王送的供养的那朵花，哎，拈花示众，再比一比给大家看看，人天百万，人不多，天神多啊，跟着大梵天王来的，悉皆往簇，大家都不知道佛拿这个花的意思，都不知道，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啊，只有迦叶尊者啊微微的笑笑。世尊言：吾有正法严藏啊，涅槃妙心，色相无相，微妙法门，复书迦摩诃迦叶。佛就把这个话给迦叶了，这是禅宗里头第一个公案啊，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啊，他明白了，他开悟了，在世尊这个动作当中，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后来是传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了。最初释迦牟尼佛传迦叶不是衣钵，是大梵天王供养的这一朵花。啊，这就是拈花微笑的这个公案。啊，在底下说了，此皆世传啊，拈花公案。世尊传心于迦叶，为禅宗初祖。啊，迦叶呢，再传于阿难，阿难是二祖。啊，经上首中，标举大迦叶，正表禅净不二的神意啊，你看他表法的意思佛教传到中国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年，佛有预言说一千年之后，这个法会传到东方震旦国，啊，震旦就是中国，啊，所以，那么在佛的法运呢？佛的受果，啊，佛的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正法
戒律成就。啊，能持戒的人，他就能证果。相法呢，持戒就不行了。啊，人的根气没有从前那么好了，得修禅定。啊，所以相法时期这一千年呢，禅定成就。末法一万年呢，净土成就。这个话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啊，那么佛法传到中国刚刚好是佛灭度后一千年。那就是相法开始，相法禅成就。所以禅宗在中国兴旺了真的一千年。啊，中国的禅宗超过印度啊，太多了。啊，因此修禅的人多，仰慕禅的人多。啊，禅风很盛，啊，也有。在禅宗里面一知半解的人那更多了啊，这些人功高我慢，不但瞧不起净土，连教下也不在眼目当中啊，这都是产生误会，可是在社会上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啊，那要怎样把这样殊胜的法门提起来，要真正利益众生。所以祖师大德善巧方便。啊，你看多少像永明延寿都是这样的。啊，他先参禅，在禅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回过头来修净土。啊，这个实现用意何在呢？知道学禅有很多人不能成就，你再回来修净土能往生，肯定成就。啊，所以才说有禅有净土啊，犹如戴脚户啊。啊，这个话是劝学禅的人的，不是修净土的。修净土再要去搞禅，那你就是错了。看到修禅的。不能成就，啊，劝他的不，他不能接受嘛，不肯听嘛，啊，所以说你有禅，再加上净土就更好了，啊，这样子善巧方便引导他，戒引他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呢，你已经修净，你就可别走弯路了，啊，你要再去学禅，你就错了。密意在此地，一定要懂得啊，不是那些古来祖师大德找麻烦啊，叫你要去学两个法门，在一门深入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晓得祖师那个话是对谁讲的，那不是对我们讲的啊，千万不要是叫别人东西我们拉过来用错了，我们不适合啊，所以是禅经不二啊，真正明了了，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真的释迦牟尼佛讲的无上甚深微妙禅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